邀约到慈济会所做花艺，奥斯汀慈济人文班学生感谢母恩。母亲节快乐！谢谢，健康长大哦。这边还有一个吗？对，志工们翘首会心，则是布置出庄严温馨的浴佛会场。 礼佛族赞扬三宝，接花香，明心见性。绕佛哈，我蛮喜欢，就是有没有静下心来，然后还什么下法，这样，是看看自己人生有没有做的有够不够。虽然各地慈济人因应场地不同，浴佛规模不一，但心口一念，诚心祈三愿。 慈济西雅图知会则是在会所的外回廊，250人共同圆满庄严殊胜的浴佛典礼，也是许多家庭选择度过母亲节的方式。大爱新闻之声美智工美国报道。